不想当堵车了，我是那个武汉街的。哎，不是，你跟我公司同有点像呢。完了，废了，快跑！等会儿，啊，现在上班时间，你不说见客户来了吗？不是，老板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我爸我妈天天逼我相亲，没招了，我也是被逼无奈，我那啥，那我就回去了。再说你不也来了吗？不用你管。嗯，回去。你等会儿。嗯，来就来了，走个流程。啥流程啊？相亲流程啊。我今天第一回相亲，具体啥流程我真不懂。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啥情况？你不了解吗？22，属蛇，然后大学毕业没多久，现在在一家传媒公司当运营，一月工资3600。这不你定的吗？嗯，那要不你也走个流程？有车，有房，有存款。年龄我就不说了啊。啊，行，那我大概了解情况了，我就回公司了。哎，川，你着啥急呀？不，咱俩不合适。为啥不合适啊？你要啥有啥，我要啥没啥，我就先走，我不耽误时间了。哎，给你买的好吃的。哎，谢谢啊。给你买了。哎，谢谢。你俩吃饭没啊？啊，老板。啊。走，跟我去趟办公室。老板，我都说了，咱俩不合适。说啥呢？不，那你找我上来啥事啊？人缘不错呀。啊，还行，我刚来。简历够用吗？够用，他们都挺照顾的。来，加个8的祝福信。完了，不会公报私仇吧？还有个，我还其他的，这让你坐就坐。嗯，那行。老板，这是我们公司的报表，看一下。你就搁这。他让我加班把这个。你刚来，你就能证明吗？那啥。啊，老板，这个不也是我们部门这月工作吗？我这也给做了。来，先让他做吧，我给你机会呢。老板，你问我。嗯，行，谢谢啊。咱俩行不行？那啥，老板，那我也先下去。啊。是挺会相处人际关系是吧？还行，挺精力挺用啊。嗯。业绩不咋地。对。转岗做私人助理吧。这又是啥意思？你会开车吗？我票刚下来。我感觉你开车开的应该也不错。你试试。今天打算辞职。啊，老板，咱那个客户啥时候来啊？没有客户啊。不是，那你叫我出来，咱这是不明显吧？陪我吃饭呢。啊，那啥，对，老板，我还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一下子。那个，我觉得这份工作，我跟你说啊。我现在说吧，我觉得其实这份工作我好像不是太合适。要不我就明天就不是我不是刚给你转岗吗？转岗也不涨薪，是我这不要还真对我。我跟那个财务说一下，一月给你1万。1万，酒局另算。这到底什么意思？可以不？这也太可以了。不行。啊，还有啥事吗？吃，倒没啥事了。那我主要工作做啥呀，老板？嗯，帮我开车，给我拎拎包。啊。陪我吃饭。就主要是照顾我。这么简单？太简单了吧？对呀，主要是照顾。那你还想怎么样？你咋照顾啊？要不然在谁的怀疑中会有感觉。不是，这喝多肉。不是，老板，那个咱去哪儿啊？回家。我知道，你把地址告诉我呀。如果明天早上一起吃饭，你说回的。我都说了，咱俩不合适，跟人家没到那地步了。酒吧，安全带先系上。我见个面。现在到几点？9:00。啊，早。解释，你怎么在我床呢？不是，老板，不是昨天你喝多给我打电话，然后我就给你送回来了，你不让我走啊？然后发生啥呗？发生应该是不明显吗？啊，那个，反正你也觉得咱俩不合适，就是我喝多了昨天。冲动，不是，我先走了啊，你赶紧自己打着车走吧。不是，你去哪儿啊？上班。那咱俩不顺道吗？今天不方便。啊？不方便。